像，真是太像了。姑娘，你长得太像我梦中的一个女子了。她跟你现在一样美，只不过她没有穿衣服，只穿了一身藤袜，但是她跟你一样美。轻薄浮浪，无耻至极。玉，混账东西！我说了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别念，不是故意的，还说不是故意的。停！王大哥，王大哥，你们是什么人？你没事吧？竟敢对我弟弟动粗！打打打！你这个莽夫就知道打，一切都是误会。明明是这个女人先动的手，还吵起来了。云帝，快走吧，马上就是送神大礼了。你再不走的话，耽误了正事，爹他又要揍你了。快走！哎。